我们俩就承认好不好？我们已经煮饭了。Nice。终于到了。哎，拉拉一个人坐在那里这么早来等我。拉拉，这么早就来等我？等了你一个小时了。等这么久啊？对呀。怎么现在才拉拉？开车不是安全第一吗？是不是？这几天真的有那么想我啊？真的想你。是啊，真的呀。那整天都想你，想的吃不下睡不着。哎呀，看来是瘦了一点了，这个脸瘦了一点。对，没有吧？但是肚子感觉大了，脸瘦了。肚子大了。对呀，肚子是大了点。说明还是肚子的都少喝点，脸上都想瘦了。这个肚子也减掉。真的？嗯，是啊，这次来了，陪你一起减好不好？一起减。确定没？确定。好，为了你减肥，要减两肥。瘦成110，瘦10斤，不要你瘦多了，好不好？比我稍微胖一点。你不会太胖了。对呀、啊，看到你这么久，这几天，茶不思饭不香的，应该给你个拥抱啊。是啊，来拥抱一下。怎么抱？想怎么抱怎么抱。但是你抱我还是我抱你？这样了，哎呀呀呀呀！现在你真高兴。你高兴吗？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。来来来，你拿东西上去吧，进楼上坐一下。走吧。我也没带什么东西。哎，就这两个袋子就好了。带着鞋子和擦脸的。我以为带着点的好吃的来了。要喝水你就拿，别的东西是没有的。我还以为你带了好吃的来了。还不拿，楼上有奶。哪就不需要了。男人不都喜欢喝奶吗？我买了一件纯牛奶在那里，等着你喝哈。那我喝了。嗯。看你口渴了，就可以喝一点了。那么好。是啊，我自己每天早上也要喝呀。熬了一个小时啊，太辛苦了。是啊，熬了一个多小时啊。对。不用着急，这个天也挺干的。这是啥？纯牛奶，喝一瓶吧。来，喝一瓶。我现在不喝，我早上喝，我先喝开水就好了。你开。你喝，我给你看。你也喝。亲自喂奶给你喝。看亲自喂奶。对。这叫亲自喂奶。哇，好甜。这几天在家里没去干嘛？哎呀，想了一件事情，等下给你个惊喜。给我惊喜啊？对。真的呀？真的。不要又整些浪漫的东西给我，等下我活不住。怎么会活不住的？对呀、啊，又太浪漫了，浪漫了。浪漫是都喜欢，但是太浪漫了，有点活不住啊。不会。那我就期待你的惊喜啊，又啊。对。那行，等着啊。等着。我说这几天在家里干嘛呢？忙第一天回去是吧，没去扫墓，然后在家里面我女儿的衣服乱七八糟的，家里面忙一天直接忙完了。她自己不会洗啊。哎，一个你的衣服会洗吗？我的衣服肯定会洗啊。那一个读书的女孩子早上这么早起来。 我自己不洗，我以为丢洗衣机你洗。洗她也会洗，我出来的时间长，她自己没的衣服穿，她也会放洗衣机洗，但是回去了地上最起码她不会拖呀，是吧？毕竟人家还是个学生嘛。学生小孩子要学，是学。我女儿已经很独立了。那不可能，那不可能，爸妈没在家，什么都等爸妈回来做。不是说等我做，人家一个人在家里是吧？上学早上6点不到就要起来，这都是她自律的，是吧？但是小女孩嘛，有时候也贪玩嘛，是吧？不和我们大人每天抱着手机，小孩子一天到晚回来也想抱着手机看一下。然后回去了第几天又到乡下扫墓，扫完墓然后昨天又回乡下了一趟。又回乡下一趟。嗯，昨天我直播都错过了。错过了。我说你不是说昨天晚上打电话给我吗？下午直播你也没来，晚上直播没打电话，他竟然说睡着了。还 你下午直播的时候不是跟老徐在那里连吗？他就聊了一回然后就挂了，他是说看一下我家，就连了一下没有几分钟就挂了。都我也不好怎么回，都是说一句不好的，我怎么就回了。哎呀，他把
反正他们都说煮饭，我们俩就承认好不好？我们已经煮饭了，以后直播间不要说煮饭，行不行哈？行。不要问了，那煮饭要多久？自己说，要煮饭煮一次多久？煮一次肯定要一个多小时。这是人家又说，你这是太虚了，我跟你讲。怎么太虚了？你煮饭好像只要十几分钟就能熟。就弄人家茶嘛，煮什么饭嘛？这样的。那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，人家弄人家去茶，你煮什么饭？怎么要那么久？是就是啊。那你不可能那你不可能煮个饭一两分钟就没了。现在我都是不扯了，人家说问我们，我们就说煮饭了啊。以后直播间希望不要老是问煮饭的事情了，视频已经公布了哈。然后妈妈这几天在家里干嘛嘞？这几天总是又想给你个惊喜。给我一个惊喜？对呀、啊。不会又是捧什么鲜花来的吧？不会吧？就说那么有一次就可以了。你不想有第二次？想是想，不能太多了，多一点一个。我就要期待你今天晚上给我什么的浪漫，好不好？行，行呗。行，那好，那我们就期待晚上艾拉拉给我什么浪漫的表情。这期视频我们就聊到这了，拜拜拜拜。